Hey, 各位早上好，起床了。10 seconds later， 我要去吃早餐了。吃完早餐应该就要去坐车，然后就到那个景区门口去领票。到时候再和大家汇报吧。拜。我们到场，准备出发了。准备出发。好了，走喽。路准备好了。好冷哦，天哪，但这里真的好美啊，美哭了，是不是很美？然后真的，我这相机一直出问题，就弄了半天，很烦，弄我心情都不好了，但是抵不过这里真的是太美了。现在去珍珠滩的路上，我们离开五花海了，然后反正五花海是真的很漂亮，然后有很多钙化的树木，还有更好的五色还等着我们呢。对，我们待会儿就进行继续报道。对，好，那就先这样了，拜拜拜拜拜拜各位，拜拜各位。
这不是乘车点呢。好烦呀，刚才我们在长海，然后长海结果我们只待了可能十分钟不到就被赶走了。我们就让我们去那个五彩池，因为他说了这是现在几点钟，现在可能两三点钟的样子，然后这里到长海已经是最后的一班公交了。然后不好意思，我在下楼梯有点怕，然后反正就很难受，现在我们就只能去五彩池了。不过看一下，周围全是雪，全是雪，雪，不是雪，是雪。天哪 ！OK， so all right， let's go， let's go find colorful small lakes。I don't know。OK， 拜拜。Must I extend an invitation？ 好了，五彩池我们也参观完了，然后准备去哪儿？现在去哪儿？到大门口了。我们现在去大门口了。嗯，好了，就这样吧。Say goodbye，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OK。早上好，现在是早上的7:00，然后我们已经把东西收拾好了，吃了早饭，我们就可以出发了。然后今天我们会经过哪？今天会经过若尔盖草原，然后去黄河九曲。走的是九红的风光路，然后就这样吧，吃早餐了，拜拜。言葉ばかりに頼りきった日々が名もない世界の鍵を閉めたんだ。明日の意味や色さえ3秒で変わり続けるこんな僕なのに、いざ僕らで行こうぜ。不知道大家对草原是什么感觉，反正我来若尔盖已经是第三次了，这个地方真的太美了，太美了，一年四季。我之前是春天来的，夏天来的，没有，春天没有来，就夏天和秋天来的，现在是冬季，以后春季再来一次，去花海看一下。好了，就这样吧，拜拜。騒ぎ立てるほど不幸じゃない毎日と、聖者になれるほど幸福じゃない毎日を。ある朝ラムに笑われた気がした。シャワーの音に哀れまれた気がした。いつか僕らで行こうぜ。名前なんて一つもついていないもんで、できた世界へ何百回だって、いっそ何万回だって、初めましてのただいま帰り、もういい会おうよ。Thank you.
我们正处在若尔盖比较中心的地带，大家看到了蓝天白云，然后这个冬季的若尔盖，它有它你想象不到的另一半的美。它没有绿绿葱葱，但是呢，它是一片金黄色，然后还有雪，然后蓝天，不同层次的颜色。所以呢，建议大家冬季的时候仍然可以啊，到咱们若尔盖来等你旅游。啊啊，都变成咱们的若尔盖了。啊，对对对，你看。非常的亲近了，对不对？那我呢是啊，上了第三次若尔盖，每上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希望大家朋友们也来咱们若尔盖玩一玩哦。好，拜拜。好，拜拜。它的中心的主干道的河流，它还是在缓缓的动。现在零下5度啊！哦，都零下5度了，手都已经硬了，好冷哦！真的是太美了呀！冬天的黄河是另一番美景，是的，真不愧是母亲河。是，零下5度，它仍然会在缓缓的流动。对，黄河的两边都是薄薄的一层雪白的冰。晶莹剔透的，现在在衬托在晚霞，就像一条很柔软的，这就是黄河冰带。对，还有晚霞，看到了吗，朋友们？看到了吗？好了，就这样，我手要到家了，拜拜。就是这家店，这家店真的很好吃，很好吃。来，给你们看一下，有食材，有某的，挡着我，这是调料，这些调料到时候就可以和着汤一起，然后做成汤，然后蘸酱。10点过了，然后我们现在正在若尔盖的风光大道，九红草原风光路上面啊。对，我们刚刚经过了这条风光路的龙日坝，就看到了绵绵不断的雪山。对，然后现在我们仍然走在这条风光道上面。这一路上都有很多的雪，然后到处都是白茫茫的，
今天虽然说是天气预报说的是阴天，但是我们还是看见出太阳了。现在的温度室外是-5度左右，哦，-2度嘛。哎呀，差不多，反正只要是负的都是负的，然后都是手冻得半个又冰切的那种。对的，刚才呢，还洋洋洒洒的下了很多的雪。对，路上。对，路上还下雪了。真的是，对我们这种南方人来说，看到下雪了，真的是一狗子的劲。然后现在我们继续在路上，就准备看一看附近有没有什么观景台啊什么的，然后再看一下周围的环境，到时候再给大家直播。如果有更好的风景的话，再向大家随时播报哦。是的，那就先这样了。好的，好，那我关了哟。关了 ，OK， 好，拜拜。分かってるはず勇気や希望や絆とかの魔法使い道もなく大人は目を背けるそれでもあの日の君が今もまだ Hello 现在我们在一座小雪山，也不是雪山，反正现在是个观景台，后面真的超级漂亮，那后面全是雪山，现在地上那些也全是雪，我们这些南方人真的高兴惨了。然后怎么说呢，然后现在的温度真的非常冷，你们可能看不见，现在还在下雪。然后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我真的是冷死了。然后我们要赶紧去上车里面了，待会儿给你们看这里的雪景。好了，就这样啦，拜拜。冰君がくれた勇気だから君のために使いたい雨と集まりサイコロの出た目はたまた髪のいつもの気まぐれ我们大概还要多久到呀，大概抜けられぬ夜我们大概还有两个小时到，然后据说我睡了3到4个小时。揺らぐことがいいし开心，果たさぬ願いと叶わぬ再会と解けぬ誤解と見積もるぞと許し合う声と握りしめ合う手をこの星は今日